我觉得当地方压力真的很大。艾薇小红，对对对，来喽，加油，第一棒黄木叶以及黄木叶已经在起跑架上。你啊，海森啊，海森。比赛开始，从弯道出发。哇，速度很快。超跑的黄木岩，经过这个弯道之后，已经是飞上了艾薇。小猪已经超过了艾薇。小猪第二棒，第二棒，李颖乐接棒，周曼婷接棒，周曼婷跟李颖乐现在的差距。李颖乐现在要交棒给贝彤彤。而此时第三棒的胡子飞集起直追，因为很重要，第四棒可以开始抢跑了。有胡子飞的速度也蛮快哦，拖近了落后的距离。没错没错，好，现在呢，在男生已经接棒了，我们俊翔已经出发，那么胡世安紧追在后。胡世安现在慢慢接近了贺俊翔，贺俊翔要交棒给吴飞。两队已经是非常的接近了，徐新阳努力追。哦，在经过了弯道之后呢，差距还是不大。好，现在王品浩人高腿长，对上的是王庭宇，两个双塔又对决。王庭宇现在也把落后的距离缩短。哇，最后两棒紧张了，徐某俊跟陈世安，徐某俊反超。抢劫了陈世安，我要接棒了，接棒给最后一棒的邱胜翊跟杨奇。看啦，终于的对决，红队的流下眼泪，邱胜翊好快，像一个子弹要冲出去，而且邱胜翊已经要抵达终点了。邱胜翊冲过终点。好，说没事了，没事啊，没事啊。好，我们请裁判回来这边。Yes， 后来之帅，至少是个四四，对，四四 ，Five K 了。可以，很棒很棒，艾薇你很棒，我们赢了，原本前面的都没有给小猪超过，没事没事没关系没关系，我棒棒，听我讲，然后我踩点要跌倒，然后我就落来的，原本他都没有追上我的，你很棒，然后我差点跌一下，我急怕你懂吗？没事没事，棒，没事，好大乱棒。你脚还好吗？我们先去让他先去冰敷好不好？辛苦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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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超过他了，有啊，不啊，快很快，脚步真的很速，第一跑道成绩1分50秒37，第二跑道。当我一直到我是第一棒的时候，其实我就已经开始很压力了，但是我没有跟任何人讲。其实一开始很开心，就是我跟一个破纪录的人跑，但没有被超过，但是就很生气自己跌了那一下。如果我没有跌那一下的话，会不会我们前面就顺顺的这样子，到最后就有点生气自己。这个比赛真的超刺激的，彼此领先，互相超前。好，我们来颁发这个奖项，获胜的是红队，恭喜红队。都是他
是也是今天三场都有下场比赛，而且他在朱瑞秋，虽然他们落后，可是他们稳住了军心，铁饼项目，然后最后一棒，然后也是稳住守住了红队的胜利。大队继续的时候，然后他守住了胜利，而且把跟蓝队的距离拉开，我觉得这很重要。好，得奖的是邱胜翊。你的弟弟全能王者邱雨辰有两座 MVP， 常常在你的面前晃来晃去。你今天回家以后，可以提升一点点的地位了。但我觉得红队太棒了。其实今天我表现没有到太好，但是我的每个队友都非常棒的 carry 我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长的赛季，我们没有个人，只有团队。嗯，感谢红队 ，Red Fire。战力的风，超过离心一百。